的一贯的这种呈现方式啊，跟一般的合唱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就是我希望说他们可以加入一些肢体语言啊，有一些舞蹈的动作的结合啊，各方面，因为我总是觉得音乐方面的东西是一种综合艺术，这样子呈现出来的它比较多面性哦，而且希望说这样子能够使到一些观众获得一些共鸣。支持蒲公英了，那也希望说在你们的支持之下，蒲公英能够更茁壮的成长，然后也能够更快乐的把音乐的种子散播出去。谢谢。